下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空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七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下。
下哈、哦，你家是在那边了、哦？在那边，那栋。哦，好高，你住几楼？我住十一楼。哦，所以看得到烟火了。我家它是靠这面，然后烟火它通常都是在那边，所以好像看不到。你会到顶楼上看什么？看吗？我还没有去过顶楼哎。哦，对啊。下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五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。车应该超，我超太凶了，按那个自动对焦，按下去不会对焦，只能手动。啊，超太凶，还是他有自己去转他那个速度？理论上应该是不会，因为像老兵他应该都知道，对吧？所以不会在自动对焦的时候去转他的镜头。因为我之前有看过很多网友们在讲，就是它里面有那个排线，然后通常都是转排线，然后就没办法对焦。可是这一颗镜头因为太便宜了，修搞不好还蛮不划算，对，不划算。是的。你会想要买一颗？我可能就买那个他们用，有一颗焦段跟这颗很接近的镜。变焦镜，这颗很焦，这是2.8公寸那种吗？好像不会非常贵的。我不知道它现在多少钱呢、欸，不过我比较不常查它五龙的，但是另外西格玛的它好像有降价。嗯，对。然后那时候网络上很多人说都可以买。嗯，对啊。然后原本2万多块，然后降完以后是1万，还1万。可是我不知道他们玩多少钱，好像是这一颗的三倍吧，四倍应该有，应该有，所以它是恒定光圈，所以应该很好用，很好用。恒定光圈的话，就差很多了，对，是吧？不管你广角还是远距的焦段，对吧？可是他们家这两家做的好像只有做到50而已，就是。其实还 OK， 因为这颗是对眼到55，对吧？差五而已，对吧？那我有55-250，可是50-250那一颗，不上脚架根本拍不起来。对，对，太重，然后那个光圈太小。对啊。你最近有要需要用到吗？最近不换。啊。那如果你要用再多一点。好，谢谢。拜拜。还差几下？10下还没到。10下还没到。现在不知道是5还是6。好。然后，其实我现在撑不起来。你说上半身啊？你把注意力放在这里。抽筋。抽筋哦。嗯。它抽的方向是这样哦。那就是这样，是这样。那就是那个地方少用到，那少用到的地方要去用，临时要去用它。好。那就会觉得吃力。那。我现在就是这边我会撑不起来，我真的。然后我要。我好像我原本以为是这里，然后我现在放在是这边。